我们那个刘一董啊，刘候选人是不是？给大家挥挥手好吗？来，你来帮我们张明全来讲两句话好吗？好，谢谢。那其他的助选团请不要上来啊，因为前面舞台太小了。好，来，刘一董。谢谢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司令哦，我们的明纯哥啊，苏康利哦，也是我们百年里的这个候选人，也是应该算我们百年里的准里长哦。今天呢、啊，这个我们在座的邻居长辈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很抱歉啊，因为今天啊，总共有18个啊里长候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啊。当然，英龙啊，把最重要的一站啊，就是排回我们自己家里这边，我们自己的邻居啊，哈的一个成立大会。英龙啊，特别带了大家看到后面啊，有一票的这个加油祝贺高票当选团啊，特别来到现场，大家来给我们的英龙哥啊祝贺一下。那今天也特别带了一个好彩头啊，过来啊，要送给我们的明哲哥，祝福他高票当选团。借这个机会啊，肯托我们的在座的所有的好邻居、好长辈啊，银龙啊，这次很幸运啊，也跟我们的里长啊，同样是2号啊，哈。那当然啊，这个我们明纯哥在百年的一个服务啊，是我需要学习的啊。那当然未来啊，我想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个组内，一个组外啊，银龙努力争取预算，然后回到我们的百年啊，哈，交给我们。那个我们的明纯哥好好的建设我们的百年大作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也要恳求大家给2号银龙一个机会，给我们明纯哥，我们都是2号胜利连线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幸福快乐，谢谢。